18块钱一斤，十八块钱一斤是剥好的。哦，那买不好的还是买那个？买不好的吧？哇，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剥出来，这剥出来就是这样。哦，一斤是多少啊？不知道你画不画啊？哎，你加什么？蛮好吃的。多少呀？那个？5块钱一份。嗯。一份是多少？这个。一份七个。啊，它是一份的。是烫的是吗？大小吗？可以接受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太醉了。